英语课的搞笑瞬间。英语课啊，谁来回答一下黑板上这个单词，它中文意思是什么？方浩轩，你干啥呢？你来回答一下。哎呦，完了，这我哪知道啊？赵大辉，快给我点提示。司机，回答正确。上课要认真听讲，不要做小动作。下去吧。香蕉的单词是什么 ？Banana。不错啊。那两根香蕉呢 ？Banana 呢？那一把香蕉呢 ？Banana 呢？那一堆香蕉呢 ？Banana 呢？那来看看这个怎么说。这是当天有体育课时的你吗？哎呀，今天有体育，就忍三节课就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忍了两节课了，再忍一节就能升职了。啊，同学们，今天我考试，下节体育课我打他，这还是我想打，这课我当当你就完了。王者匹配几只？欢迎来到王者峡谷，这是我们新出的一款皮肤，少干。哎呀，老子忙着晋级呢，没空理你。哦，渡劫就是这边起。演员就位，安排一输一赢，循环一天。部分家长的错觉：玩手机眼睛会瞎，看电视眼睛会瞎，看一宿书眼睛就没事儿。妈妈头疼，你气的；妈妈腰疼，你气的；妈妈脖子疼，你气的；妈妈牙疼，你气的；妈妈生气，都是你气的。